只有一边太少了，你说只能叶子只能拿一边，小小一朵而已。那你的花就是这么大一个，这样子也不错啦，也可以啦，反正就直接这样就可以放在你的那个上面。好，你可要小一点哦，要不然你等下叶子会不够啦。再小一点。今天老师教耳环。耳环啊，对，这个玩意是有什么特别地方吗？自己做的啊。有什么特别哦？不用那个，哪里不用。如果你没有穿耳洞的人可以戴，对，而且不会痛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。然后可以依照你的耳朵的厚度下去调。是，所以相对变说，它这个耳环算是比较新奇、比较另类的耳环，那是比较新潮的耳环吗？应该是说你想要什么造型，你就可以去做什么造型，然后只要你会折，到如果你不会折，就来上老师的课，你就会折。书签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做一个漂亮，做一个。是哈、哦，这个顺，这样子拿着它，直接这样。整个顺下，然后因为它这个铝线，你如把它顺了太多次，它那一层镀膜它就会跑掉，它就会有这个折痕在。对对，它就是。